弗鲁马牌纯电动小型扫路机是龙马环卫最新打造的纯电动力扫路机。该设备驾驶室带冷暖空调，全景风窗玻璃驾驶室，可视角度达270度，作业操作方便。标配有后置摄像头，配置空气悬浮座椅，舒适性高。整机自控程度高，采用一键式操作，可实时显示车辆动态参数。最小转弯半径仅2.5米，能在不到6米宽的路面轻松掉头。清扫装置、吸盘总成等机构均为快换式设计，可实现推雪铲、滚雪刷功能的快换。清水箱及各类操作盒、覆盖件等采用高强度 PE 或玻璃钢整体模具成型。弗鲁马牌纯电动力扫路机基本功能强，标配手持辅助抽吸、高压清洗长枪，可用于城市辅道、狭窄道路、非机动车道、人行道、步行街、风光带等区域，尤其适用于城市交通拥挤路段，在白天进行的补充保洁作业。